是后在昆流主面前玩弄智慧的人，我就要你清楚，心中只有十六个人，是无法算计。嗨，属下明白。那属下自愿清明，夺回神谷文宏的首级。我靠！你一场的水气，可以引起你的兴趣。出人三番两次，主要做这情事，但因我需要过转流注中心资金，所以必须刻意保留筛检流实力，不能专力与他正面相对。现在各部人员计较，朋友流注为时不力在修。一处无效果之忧的情况之下，身为西剑流军师，我不容许任何人侵蚀西剑流的勇士。今后，我靠把你，我蒙你，一刀一不留，你算的是什么？你只要算计，是最后的结果。无人殿前的是必胜的尊严，所以出现我是铁铁地地不仁，是用全力求胜的阿卡曼的新罗斯基。阿卡曼的条例，哈哈，温流主令你建功新国红，一不留丢掉新国文。尊姓不尊贵，哈哈！让所有人敌情，恐怖引起空天，空天主人必死无疑。哈！